Hello，你好。啊，Can you speak Chinese？I can。你能听得懂我说话吗？听得懂啊。你不会是学中文的吧？我是中文老师。哇，怪不得好厉害！其实我小我，时候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哦，是为你为什么不在中国生活呢？因为外国人他在中国生活的话，他需要签证，然后你需要有一个理由，要么是学习，要么是工作。然后我当时毕业了，然后就你在回哪到个地方？你呢？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学法学的研究生，哎，不错，你现在在宿舍吗？还是什么？办公室，我们啊，导师的办公室。你喜欢法律吗？挺喜欢的，就是有些时候背着太痛苦了，学习都痛苦。那为什么要去读研呢？为什么不能直接去对。工作呢？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如果你不读个研究生，你连招聘门槛都进不去。哦，你觉得巴西好玩一点，还是中国好玩一点？各有各的好吧。如果你是说轻松要轻松一点的生活呢，就可以来巴西。在中国呢，它也有很多好的，但是我感觉中国人。他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工作，去因为学习。中国人很卷啊，我来给你举个例子，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就是从前，他们一个小镇上都是卖鞋子的，然后他们这个小镇上的人每天都是过着从早上九十点钟开始上班，到了下午6、7点钟就开始下班的生活，但是有一个外地人的加入。他的那个生活，他一到来，他就把自己的，他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就把自己卖鞋的时间改成了早上6点，然后再就是晚，然后再加上晚上10点，然后但是他们在短时间之内确实获得了更高的收益，但是大家都看着他的生意，他们的生意都被抢了，所以说大家都跟着去学习他的这种模式，然后导致了大家都变成了6点钟上班，晚上9、10点钟下班，然后到了最后，大家的收益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啊，那你感觉现在中国就是这样啊？对，中国现在就是内卷，就是说大家都在拼，就是说在做很多无效工作，但是都很拼，但是如果你不跟着拼的话，你就会被比下去。嗯，对，我对中国就是这个感觉。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很多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很多工作，很多简单的工作，你其实找一个大学生也能来做，对吧？但是因为某些人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去读个研究生，就导致很多工作明明很简单的工作，要研究生来做，因为研究生他很多，他能招到素质更高的，他肯定要素质更高的人来做。但其实这个工作本科生来做，他一样的能，就是大学生来做，他一样的能做。中国的现状就是这样，但是我感觉中国的工资现在也比较高啊，不高。现在中国工资很低，你们巴西的平均工资是多少吧？平均工资按人民币来算，就是一个月差不多3000人民币。那你们巴西工资是有点低，但是你们那边消费应该不高。你们的房价多少吧？挺高的。Passando aqui só para dizer que se você quiser aprender mandarim comigo, é só clicar no primeiro link aqui embaixo na descrição. E se você não me conhece, meu nome é Karina Cunha, sou brasileira, morei 15 anos na China e nesse canal eu falo sobre a China. Ultimamente estou trazendo esse quadro aqui de conversa com os chineses e é um tipo de vídeo que costuma ser bem difícil de editar e dá bastante trabalho para legendar. E a gente não poupa esforços para trazer esse tipo de conteúdo aqui para vocês. Então, se você estiver gostando, eu peço que você dê o like e se inscreva no canal se você ainda não for inscrito. A nossa meta é chegar em 100 mil inscritos ainda esse ano. E com a ajuda de vocês, eu tenho certeza que a gente vai conseguir bater essa meta. Então, se você tiver interesse em começar a aprender mandarim, que é a língua do momento, a língua que está abrindo muitas oportunidades para profissionais, inclusive para pessoas que não têm experiência nenhuma de mercado. Essa semana mesmo, recebi informações de uma vaga para trabalhar como tradutor de chinês, pagando 12 mil reais. Então, para você ver que o mercado está aquecido, procurando pessoas que falam chinês e não tem suficiente. Então, se você tiver interesse em já começar a aprender mandarim hoje, é só entrar no curso e você vai ver que mandarim não é esse bicho de sete cabeças que o pessoal pinta. Link na descrição. Mas bora lá continuar as conversas com os chineses. 我跟你说，巴西有一个东西叫，就是基本工资，不管你做什么，不能低于那个，一个月人民币这个不到2000块钱，
而且很多很多人都拿那么多。然后房子呢，便宜一点的房子，他会拿掉你一半的基本工资。知道中国的房价有多夸张吗？多少？我就给你说，我现在待的这个城市，它比较便宜的价格，它现在均价差不多1万出头，150个平方大概就需要150多万。但是不能租房吗？中国有一个观念比较重，对吧？有这种观念比较重，就对于那种归属感，就是你租的房子始终是别人的，它跟自己的不一样。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就说住着就没有那么的让我感觉到舒适，没有真正的家感到让我感到那么舒适。就是你的房子不属于自己，然后被那个房租，被房租叫你去换一个地方租，就会有一种被赶出去的感觉，就会有一种在漂泊的感觉。就因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很重，如果你没有一个属于真正的自己的房子，他是不会认为自己是拥有一个家的。你知道中国谈恋爱就是要结婚的时候，女方家庭会提出一些相应的条件，就是最基本的可能就是要求你有房子，因为这些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些传统的思想，因为在中国在古时候他就很在意这些，就是说中国女生出了要陪嫁，男那就要给嫁妆，男的也要送一些东西，就相当于这是中国古时候就传承下来的一些礼仪。那你结婚了吗？我没有结婚。我们中国现在生育率很低，而且结婚率很低，好像大家都不是很愿意结婚，因为现在在中国的年轻人压力很大，因为都在忙于工作、忙于学业，所以说大概率就很多结婚的人时间都往后了。如果你想结婚，然后你又是硕士毕业的，你想去买房，没钱怎么办？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因为我感觉我的直觉是啊，现在很多中国的买房的钱都是靠自己父母出的，自己真正能买得起房的人其实占很少一部分，你相当于是在从小长大的，是的，你应该是在中国生活的比你家乡生活的还长吧时间，是的，你怀念中国吗？怀念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是哪个时候你有时间可以回来看看，因为中国这十几年的变化挺大的。一定的，一定。你去过国外对，吗？你看我朋友去过，你想去吗？我有想去，但是我不太喜欢那种，我不是很喜欢美国那种魔幻都市的那种感觉，我更喜欢的那种，有可能是在重新带起来，我更喜欢那种清冷的，或者更贴近大自然气息的那种城市，像什么日本的富士山啊、冰岛啊，这些地方是我比较很想去的地方。我觉得你中文真的好好啊！谢谢。你们机票到美国是多少钱人民币的话，一个人要差不多6000。啊？哦，一个人6000，那你们离美国应该不算特别远，对吧？不算特别，我们这里也是美洲，但是是南美洲，这样从我们这儿这样一直飞上去就到了。感觉应该也挺累的，坐飞机过去玩。累死了，而且我感觉现在的飞机比，就是没有以前好了，没有以前舒服。我小时候，你坐飞机，他给你吃糖，送你袜子，送你那个什么唇膏，一大堆东西，耳机。经济舱可能现在就只会送你，就是给你吃饭吧，就只会给你饭。对，很多人开玩笑说，过几年你要上个洗手间，他都会要你钱。哎，但是你还别说，我坐飞机好像没有上过厕所哎，是吗？很挤的，最好别去。可能是公司经济不景气吧。我觉得是现在有条件去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在中国有钱的是真的很有钱。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嘛，我去买东西，然后跟人家谈价，我就每次都会说我是学生，你便宜点吗？他们真的会便宜下来。你居然学会了中国人的砍价。对啊。我们这里如果100块减到90已经很不错了。在北京，我去那个秀水街，你去看一个东西，1000块钱你可以砍到100。中国人就是很多有很多奸商。那我这边先挂了啊，啊，好的。很高兴跟你聊啊。
好，我也很开心跟你聊天。好，再嗯，见。好，再见，拜拜。